农历猴年七月廿八，今天的资讯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。好消息是国内各方媒体确认，《战争机器四》国服问世版将在十月十一日同步发售，售价188元，几乎为外服售价的一半。而且游戏支持 Xbox Play Anywhere， 也就是说，外服 Xbox Live 账号从国服问世商店购买了《战争机器四》以后，在外服 Xbox One 主机上也可下载游玩。游戏 PC 版最低配置要求仅需 GTX 750 Ti， 并且支持主机和 PC 互联合作模式，但考虑到键鼠和手柄的差异性，不支持相互对战。188元这个价格确实相当划算。要知道 Steam 上 3A 欧美游戏大作的国区标准定价也需要199元啊。在这个大家都拍手叫好的时候，大概只有两类人在墙角画圈圈了吧。一类是已经在外服花钱预购过的，一类是国行 Xbox One 玩家啦。坏消息是，今天战地beta 测试码开始发放，之前申请过 Insider 会员的玩家会被随机抽取获得测试码，收到码的玩家今天即可先行测试。本应是一件高兴的事情，而小编偏偏就属于那种既预购了游戏又申请过 Insider 却没有收到测试码的那种没有踩到狗屎的人士。幸好啊，就算没有测试码的玩家，等到明天正式公测了，依然可以下载游玩。其他的快点说，合金装备五合集确定将在十月十一日发售，包含原爆点和幻痛，以及已发售的所有 DLC， 登录三大平台，售价50美元。巫师三年度版今天发售。PSV Dump 工具泄露，小编也不是很懂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，反正就是 PSV 即将全面破解。会免送的那么多 PSV 游戏，小编都还没有玩就被破解了。如果破解了的话，会不会失去 PSV 最最重要的手柄功能啊？最后来看看女神异闻录新公布的女性角色奥春春的宣传片吧。游戏日文版将在九月十五日发售，中文版则需等到2017年。世間は許してくれないでしょうね。正義の怪盗団なのに、こんなの間違ってる。私はもうあなたには従わない。これがその答えです。ペルソナ5、9月15日、あなたの心をいただきます。